2020年的张雨绮可谓是话题不断，女神般的身材和直爽豪放的性格让她一直都处在媒体的聚光灯下，每每亮相也总是能让人惊艳。近日张雨绮杭州路演的造型曝光，身着一袭蓝绿色羽毛旗袍弹起了贝斯，不仅好身材一览无遗，同时秀出一双迷人的双腿，不得不说在杭州这么冷的冬天也是豁出去了。张雨绮身材风韵窈窕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骨架太大，穿衣容易显壮，而张雨绮的穿衣风格向来都很大胆，也很符合她本人的性格。这一次张雨绮更是大胆地挑战旗袍装，却意外地很显身材，丝毫也没有壮硕的感觉，玲珑有致的身材曲线由往而下，短下摆的设计大方地秀出一双笔直的双腿，既娇俏灵动又不失性感的女人味。张雨绮身着的这袭蓝绿色旗袍剪裁流畅利落，线条感优美，融入了时尚元素和流行审美的旗袍更符合当下人的审美，没有传统旗袍那么的古典，有蓝色的羽毛沿着领巾装饰更加时髦个性，成为都市少女的新宠。张雨绮虽然已经是33岁，身上既有着大女人的妩媚性感，又不失可爱娇俏的少女味，可塑性很强，这身改良旗袍装的造型也很值。